高雄的旅运中心，好美啊！哇，好多搭船的，超多人的，太多人了吧？对啊，再怎么多也是3000多人，现在已经排到门口了。很精心造型的，看得到吗？登船吗？对，对，我入境了。哎呀，右转。好，谢谢你，谢谢。好美啊，金鱼造型的旅游中心。对，现在我们要去停停车场，目前呢还有200多个位置。站哪站哪？哇，这四台，等一下，你过去。签你吗？各自签。好。三位签33。好。麻烦各位带自己的入境卡，最下面的签名栏签上名和大名。对，签名写的。对。对。好，帮你拍一下，把大家拉下来。要拍照。给大家拍照。要做验证吗？其实你是要全家一起的。对啊。对啊。登录这样，然后登录完之后就会进行拍照。哦，对了，我们今天记得跟柜台说，柜台就会给你一个纸片，来做折抵。对，是这样。再见。确认护照没有收。等一下上船之后呢，护照会收走。哦，好。对，要贴纸一包，护照不见。啊，好。现在在拿快递。对，我先确认一下，确认你们就完成这个手续。对，每一本护照都要。哦，有。OK， 确认一下，好，没问题，谢谢。然后里面过安检哦。好，谢谢你，谢谢。过海关登船，谢谢。过海关，好了，我们要准备出境。过海关，就先这样。好了，让我们顺利过海关。对，那还有盖章，移民署盖章。我们没有走自动通关，我们走的是那个人工，因为比较快，没有人。对，自动通关反而卡住。我们现在其实都不太走自动通关，因为人工还比较快一点。好了，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你还有免税店吗？一直到这边，终于有登船的感觉了。就是扑克牌那个国王的感觉，就是那个国王的感觉。老 K。对。对。对啊，就是。啊，这边都有标示。酷哎。
好高哦。好帅呀！对，这是我们的第一餐，那我像二十鬼头菜一样，你要不要看一下我吃什么？你看我吃的，我吃好多，我吃沙拉，然后还有这个焗烤肉丸什么的，然后里面我还加了通心粉，然后还吃了这个冬粉，还有什么？这是豌豆。面包、佛卡夏、肉丸，然后还有这个烟熏的火腿包，还有一个肉串，重点是肉串嘛。然后我还吃了两个甜点。我今天吃好像有点多。对啊，我刚吃了两种鱼，我夹了两种鱼。没有，还没吃，但我就夹了两种。有两种鱼。好啦，但。就是东西还没吃，相机先拿看到了，看到了。它真的很丑哎、欸，真的很嘴很前面。左边。真的。七二一四。为什么你的行李这么小卡？你看看我们多夸张。我也像搬家一样哎、欸，好夸张哦我们。耶、yeah, ，开门了，开门了。开门了！哇，哦，原来做生意就在房间里。哇，哎，这很小的。嗯，蛮小的。哦，但是它的水是很大罐的那种，很大罐的那种。那个装很大瓶。对对对，三大瓶，三大瓶。三大瓶哦。对，一人一罐的那种。哇，好酷啊！先给你选，你要睡哪里？都可以，给你选。好，先让他拍。哇，干湿分离，干湿分离。我出去让你拍啊。好。This drill is in progress in accordance with defined regul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 哎，现在是帅气的。As soon as you hear the general emergency signal, which is made up of 有没有帅气？我不知道啊，但是呢，听起来就很帅。Proceed to your cabin. Take your life jacket, your Costa card, and check behind the door which muster station you belong to.Onboard staff will show you the quickest route from your cabin to your muster station. 东啊，讲英文就是好听。And without using the elevators. 耶，客户服务中心，我们要来绑酒锁哎，然后来绑现金绑卡的。这边就是三楼的餐厅酒吧区。要来绑酒水套餐，对，然后它这三楼这边的话，它有各式的饮料啊，然后酒啊，就是让大家选择。然后看你是可以想要哪一种的套餐，那套餐选择的话，待会再跟大家说。不过我们是决定要绑这个软性饮料，因为我们不喝酒，对。Everybody on the dance floor! 接下来我们要去空中。
后呢，喝了两杯的卡布奇诺。对，现在在做电影猜歌，就是现在在猜那个，就是他们放音乐，然后猜电影，然后如果猜中的话会有小礼物。对，然后呢，前面，第一首不知道，但是二跟三啊，是现在目前都是知道的。我们现在要去，我们要去赌场，来看一下赌场。赌场，黄龙也在赌博啊！抓到！这个没有很多啊，这是$30，然后进去有3000积分。哦，然后苦心坚强啊，这位。然后就比大小而已。比大小就这样。对啊，跟他比大小，或者是说你要下这些是一赔多的。哦，这个看得懂啊，你去荷官那个钱很快就分掉了。哦，对啊。苦心坚强啊，这位。来哦，开始哦。9，这样就中了，我压500，你中了，中就压500。哎呦，这样就小赢了。哇哦，就是比大小而已啊，赢了，对吧？请客。他这种机台，那你是感应吗？那房卡插进去就可以了。哦，插房卡，又插房卡。对啊。我准备开奖了，亏150，小亏，可是如果有中大小就会赢比较多。哇，这里是蛮乐透的，听说最低2美就可以买，苦心坚强的各位，苦心坚强啊。没有乐透，一天买一组。好，来报几个号码。你还报什么？没有，说号码。没有梦到号码。随便报几个，快点。六号。刚才有六，刚六号没中。六号，来下来。不知道啦，不用我。我自己买四张。买了刮刮了。干龟。给他们就好了。5块钱。以上就是赌场的精彩画面，大家都在赌博。好了，好啦，来吃牛排，牛排的选单。所以它就是前菜，选一个，都各选一个，对。我应该33块的那个，对啊，就43块吧。有慕斯，Thank you. 晚餐了，这位大哥。哎，3000面包哎。哇哦，佛卡夏好吃。哇。看起来很好吃哎，牛排。还有你的来了。我的看起来没比较迷你。然后奶油菠菜在这里。对。而且你的那个是白芦笋。对。好好吃的样子。哇，看起来很好吃哎。明天是什么？纽约。沙朗黑油。够了，滑吐了。好了，晕了没？够了。没有，在讲谐音而已嘛。这只虾可以给你。好。好了，真的很符合我的小鸟味这样。小块的就好，没关系。对，不是。对。因为
待会支付宝可以去九楼吃。嗯。下午3点有下午茶时间，3点到4点。真的吗？九楼。我刚喜欢3楼。哇！撕起来，它这个最后一页，撕起来，撕起来。这个它有页游戏，真的。这个减轻下午茶，在九楼。九楼啦，又有咖啡，又有咖啡啦。但早上没喝。等3点我们再去吃。哈哈哈哈哈！太好笑了，反正饿不死。健身房其实非常的方便。带他们去看，啊，我买 ，M M OK， 学者 ，On the right to south， 哦 ，OK， 哦 ，OK， 哦，虽然里面是热的，现在目前里面是热的，但是呢，哦，可以看海耶。好热的，对啊，对啊，等下运动完就时间了，真冷，嗯，热，好热，好热，先去运动，对，好热，真的有那个换衣服，嗯，直接拿毛巾换也是可以的，对，然后就是毛巾这边可以用，用过了毛巾就不用带了，你可以洗澡、冲澡的地方、厕所。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哦，赞，好赞，然后不用钱的，对，
突然间哇，来一个小惊喜。然后跟下船的号码，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过海关，准备排队过海关。对，然后我们昨天呢一整天在船上，然后走了大概12000左右的步伐，你看就可能出国一次的那个步伐，真的很夸张。让大家看一下船，超大的，还看不到烟囱哎。好，我们终于入境了，走吧。走到这边要做一个分流，啊，步行的走右边。步行，徒步往市区，要大概20分钟。走喽，走喽。The wind in my face, as I ride my cycle to you, I ride to you.我们这次来日本有巧遇他们的万人拔河记，这是他们其中一段绳子。到咯，我们打走空桥过去永旺百货。今天就是一个购物行程，都是因为台风搅的局。因为台风搅局，所以我们就把本来有包车的行程，或有去很多景点的行程都取消了。今天就来冲绳，就买东西就对了，买东西吃东西，买东西吃东西。结果我们在永旺吃藏寿司，来吃吃看日本的寿司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绿茶粉末。请问一下，豆皮寿司，在台湾喜欢吃豆皮寿司，在这边也是吃豆皮寿司，太好笑了。怎么样 ？APP 比较慢。是吗？啊。可惡，看看我。好吃爆炸多的纸浆。I like it.
都是在餐台上啊。还不在吗？还不在吗？他会写塔派啦，然后他的那个盘子里面会有三罐寿司，会有三罐寿司，然后因为本来都是有一颗或两颗嘛，对，然后他那一盘里面有三颗的话，它是120块，就是最便宜的那一种，这很划算呢、啊。啊，我一直在等塔派啦，结果现在淘汰了一个都没有了，傻眼。全部拿光了。对，务实的金牛就要吃这个，就淘汰了，现在没了。他在等一圈，好，我期待已久的桃太郎来了。他没有吃，那个蛋，那个什么？啊，就是早餐肉那种啊，桃太郎，三种组合的寿司才120，超划算的哎，小气金牛座。要吃这个桃太郎，好，开吃。基本组合，基本组合，吃起来。还有像有乌龟，安妞。对，好酷哦！冲绳的街道旁边这个不像水沟的东西，但是它里面就有养鱼、养乌龟，太酷了啊！鱼还很大只哎，看得到吗？哇，太特别了啊！吃香菇也吃太好了。对，饲料是吃香菇。对啊，怎么样？他们真的在吃耶！这样小热情，好酷哦！那过去一整排全部都是这种，不像水沟，但是又很像水沟。那就是水沟。但是他那个水很干净，可以养鱼，还有养那个乌龟，太酷了。那我们继续前往国际通，太神奇了。我要去吃令狗了，在这边必吃啊！我买一个令狗吃，很可爱的苹果，来一个原味的啊，这是弹珠汽水口味，真的，好特别，中神限定。买了一大堆东西，准备走路回山上。快到了，快到了，夕阳也快要下山了。回来啦！太辛苦了，太辛苦了。今天去哪里？先去，去哪里？去永旺。永旺之后，然后去哪里？去国际通的美妆，美妆之后，美妆站没有了，美妆吗？就是反正就是松本清之类的，然后再来就是去那个基安的电厂，就是唐吉诃德，唐吉诃德，都是购物行程，全部购物行程。本来是要去那个波上宫的，要有时间来不及。真的来不及啊，时间被压缩了，对啊，没办法，所以就先挑重点，挑重点购物买一买，然后就是有机会再搭飞机来冲绳，再好好走观光路线了。对，那回来以后当然就要来一杯，开始喝到饱的行程。但今天都没喝啊？对，今天都没喝，因为我们买了套装酒水套餐，对对对。哇。
电影院，对，其实我们这几天都一直在三楼啊五楼玩，因为那边舞厅实在太好玩了，工作人员实在太会带气氛了，所以一直都上不来九楼。九楼这边的话其实有星空电影院、露天电影院，对，然后翻译呢居然是国语，特别。中央阿伯累了吗？对。再玩都不累是不是？要去跳舞是不是？继续跳。现在下面都蛮嗨的，就是一直都是在跳舞的状态。啊，在这边其实人就比较少。看来现在人都喜欢跳舞啊，全部都在楼下跳舞，好嗨，超嗨，一直上不来，一直想说要来九楼看一下这种星空电影院。所以其实哥斯达、斯大林纳号其实还不错，就是电影啊，还是说秀、剧场，然后还有就是所有的活动，其实真的做不完，也蛮累的，玩到蛮累的这样子。对啊，所以其实游轮并没有到不好玩，非常好玩的，就看你玩不玩，跟着跳舞，跟着看秀，然后或者是说安排他们安排的小游戏也有跟着玩，根本就没有时间可以去玩其他的或游泳。我真的是带了三套泳衣，一件都没穿上。对，然后我有跳了有氧舞蹈，对，所以其实如果你认真照着他的日报来做这些活动的话，其实是参加不完的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餐点的部分，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九楼的自助餐啊，还是说三楼的那个主餐厅，其实他们每个餐点都有他们的特色，然后也蛮好吃的。其实只是说三楼的分量就会稍少一点，如果说你吃不饱的话，我们到九楼来还是可以继续吃他们的自助餐吃法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一趟旅程来讲的话，我真的不要说十分啦，9.5分，我个人认为9.5分是绝对有的。包括就是我们有买酒水，然后就是可以喝到饱。我从我一起床就开始喝的第一杯咖啡，一直到我要睡前要喝的饮料，我大概喝了10来杯有。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呢。其实这样一天才25美，因为我喝的是无酒精的嘛，就一天25美，然后。就算4天的旅程，花了100块美金，那其实，在整趟的旅程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加分效果的这样子。对，其实我觉得这趟旅程的话，还真的不错。那有机会的话，我真的还想要体验看看，就是荣耀号 MSC 这一台大台的游轮，听说在那个基隆港出港这样子。然后可以选择看要去釜山啊、长崎啊，值得蛮期待的这样子。好啦，明天还有宫古岛的行程，那就期待宫古岛的浮潜吧。就先这样，晚安。今天的行程就是去浮潜，对，然后泳衣穿在身上这样子。刚下船，但我们好像有点太早下船了，预定时间太早，8点半的集合时间，坐车时间，然后现在已经到这边了。好哦，那我们就先等我们的那个浮潜团的人来。来做一件几乎不会做的运动。浮潜。
点完，然后换完衣服，现在正要走回车上。对，其实我觉得好像没有预计来的多的鱼，珊瑚礁比较多。哎，珊瑚，那叫珊瑚礁吗？对对对，来的比较多。我觉得还是绿岛漂亮，因为至少还可以看得到海龟。然后今天我们好像都没有看到海龟，就看到那种海水鱼，就是海星啊，就是海星、海小丑鱼，对啊，就是尼莫，对，绝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嗯。现在来到林道宫古馆，宫古岛的林道。是海州岛啊。好晒，第一次出差在全身没有包，好没安全感啊！平常都包习惯了，怎么讲？那个就已经晒一起了啦。好不习惯、啊。嗯。哇。有所谓的公主兰吗？这样。嗯。有没有？嗯。一点点。要爬一百阶，超过吧？开始，开始。哇，超美耶！终于看到宫古兰的啦！非常非常的漂亮，爬上一百阶之后看到的景象就是宫古兰，宫古兰的美景，哇，超漂亮的。我们刚在那个度假村那边浮潜，然后旁边的话就是有高尔夫球场，然后旁边这边的话就是非常非常清澈，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好，这是我们的日本裔的，应该怎么讲？日本裔美国人的导游，对，他英文非常非常的好，那当然日文也没有问题啊，对。你过来看风景，快点，哥哥，你看这边好漂亮。导游，哎 ，say hi。Hi。Okay, it's my real one. A little bit. Yes. Yes.好啊，现在啊，我们准备要去市区吃吃饭。那今天活动应该就是到这边，再就去市区吃吃喝喝。对，就这样。OK 啦，待会见。我现在在意大利餐厅，米其林的，所以就是来试试看。对，叫什么？卡萨罗马。对，卡萨诺瓦。然后呢，这一道呢是试吃品，对，那你可以就是额外再购买比较大份一点的。那这一口就是让我们试吃看看，试吃看看，嗯。然后这是餐前面包，这位阿伯，不拿杯，不拿杯。一直被误认为那个工作人员的这位阿伯，到底是哪里？对，到底是哪里像我？我实在不懂。你要哥斯达应征，你要英文也很好，看起来像英文很好。对，看起来，对，看起来像英文很好。对，其实，我说你只要在船上待久了，看到别人买，你就会想买。会吗？会。例如什么？酒水。你想买了，就是，我不是说你，我们本来就想买，就是这点是
我说确定的，别人都在问我。对，那是因为他们一开始。然后，就会看到我们一直端、一直端、一直端的时候，就会好奇，就会问。对。再来就是那个乐透啊，刮刮乐啊。之后我跑就会买。先撇除掉刚刚上面说的这些是你自己本身想买的，但是你看到一堆人在那边玩，在那边刮的时候，你就会钱掏出来，你就想说啊，五美而已嘛，我都撇除掉。我刮了两美。对，然后但是他不是只有卖你一张耶，他就会跟你说你买几送几，买几送几也是另外一个大的，十块美金也有，买一送两是机会，然后。二十美的是买衣裳刮几次机会，对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就是吸引你，想说才几块钱，看起来就个位数就觉得 OK 啊，那你就想买。我刮的是我那天去买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女生刮了三盘呢。哇，还这么远？我以为里面都空包蛋。真的很难买的。机缘低吧。几率算低。厨，我今天都点主厨的推荐餐点，没有啊，超特别。手上这一颗干贝例外，是对面那家阿飞的。对，干贝是例外啊，就是这是一个胡萝卜什么饺子之类的，超特别。这个浪漫宝宝。蓝木爸爸，蓝木爸爸，他的形状，很多人都说形状很令人匪夷所思的，到底是要呈现蘑菇的样子呢？是要呈现蘑菇，哎，要滑下来，滑下来。然后，那只有水果要滑下去吗？没有，他被你推上去了。对，反正就是很匪夷所思的餐点。试试看味道怎么样。中规中矩的巧克力蛋糕，这就是中规中矩的瑞士巧克力。嗯，跟网友形容一模一样。对啊，然后网友说什么？快点，快说。就是泡水的油条。好神秘的口感哦，欢迎你吃。行程呢，我们现在回到高雄了，好多人在岸边跟我们挥挥手，嗨。好多人呢、啊、对啊，其实游轮其实是挺让人家惊艳的，
所以大家在那边跟我们挥挥手，热情热情，好漂亮的。它这个金鱼造型的造型真的是很特别，这样的设计真的是很令人刮目相看，搭配的棒棒，超美。对啊，我们回高雄了。这六天，哎，不用有六天，这五天四夜的行程，虽然说有点紧凑，但是呢，好想再多玩一天哦，感觉玩不够，没有时间去玩到泳池、滑水道。不过秀道是看了很多场，对，然后。船上的餐点其实也都还不错吃，然后我们也有额外就是自己自备，然后去吃了就是米其林的餐厅，然后这边的话是冰淇淋店，对，然后我们买了酒水，其实就是可以叫得到饮料的地方的话我们都有点，对，大家这边红茶也很好喝，也是有机红茶，蛮高级的，我觉得，因为它的包装除了非常高级之外，再就是它是有机的，然后喝起来不涩，好入口这样子。啊，好热情哦，大家。等一下我们就要从这个空桥下去，他们在准备。要靠岸了，要靠岸了。现在啊，大家旅行李，然后行李都有分区。我们是绿色的，所以我们在绿色这边找我们的四个行李。然后有蓝色、粉色，一直到那边黄色过去这样子。对 ，OK， 那我们就领行李，准备回家。还有一个小的吗？还有提示，有黑色、白色、黄色、红色、绿色、蓝色之类的。OK 啦，那我们领了行李，我们就准备回家去了。好啦，那我们行李有一个找不到，原来是在那个行李破损的这一区，超傻眼的，我以为我们的大咖行李箱可能就比较没那么好了，所以可能会坏掉，结果没想到是小的，轮子断了一只脚这样，行李破损，还有看到更夸张的，整个行李箱是裂掉的这一种，对，带大家看一下。在写行李损坏的那个确认单，对，人的小蓝在这边现在歪了一只脚，然后那边还有个破损更严重的飞扬旅行社嘛，对，他说你帮我签一下，飞扬旅行社，我们的行李出来了，然后呢我们也是写了那个行李球场的部分，对，因为轮子坏掉了，我们是在行李损坏专区找到我们的这一卡行李，整个轮子啊，然后连尸体都看不到，然后呢这一个呢是航空锁，整个航空锁断掉了，坏了，对，然后我这一卡座目前还完整这样子。好了，那这一次的游轮就到这里了。小插曲啊，小插曲，准备跟我们旅行社，请他帮我们跟船公司求偿，先这样子了。OK 啦，回家回家。对了，好了，我们就等一下后续的赔偿。哎呦，真的是愉快的旅程，然后就是
行李箱坏掉。好了，很棒很棒，先这样。我的影片就到这里啦，喜欢我们影片的话，请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那若是有闲，请我们下次见，拜拜。